给大家看一个怀念的东西。怀念的东西并不是甜米糕啊、红豆汤啊、绿豆汤啊、粉条冰啊，还是荤桂，而是这个尼龙绳转转转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，菜市场都有尼龙绳转转转，现在都没有尼龙绳转转转。没有尼龙绳转转转的原因，虽然现在的东西添加物都很多，也都没有苍蝇，所以不用转转转。可是呢，你看这里居然有两个转转转。我是王瑞瑶，人在东石场里面看到了怀念的尼龙绳转转转。我们很好玩，哥哥，尼龙绳转转转哦，吸睛的是这个哦。你看他有附一杯这个一组的，不知道会员卡，够年轻的，应该是，来，姐姐一个，姐姐一个，姐姐一个，好香啊！还有可以单点吗？